大家好，我们是绝代双 Q， 我是 Q 中叶，我是奎林，还有我是篮球，篮球 mini Q Henry， 还有小小 Q Angus 在后面睡觉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个亲子挑战，我们今天要来玩比手画脚。Q 说为什么要画脚？比手画脚。为什么画脚？没有要真的画脚，我们只是要考验爸爸妈妈 的演技，加上 QQ 的猜的能力、理解能力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先随机应变好了。因为我一开始想说我比，然后 QQ 猜，但我发现他好像想比，想比。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先看看，你先比，然后我们轮流猜，看谁猜最多分就获胜。好，来开始喽。好，开始。听懂吗？你要比哦，我不能讲话。好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子吧。哦，黑豹，黑豹吗？黑豹，黑豹吗？然后在干嘛？黑豹在干嘛？哦，黑豹跳舞，黑豹跳舞。黑豹在做什么？打棒球？是打棒球吗？好，你表演完了吗？确定哦。美国队长。美国队长在做什么？在干嘛？在表演。那到底是黑豹还是美国队长？是哪一个？美国队长。你先讲你的答案呢、啊？应该是黑豹在打棒球。对的。那是什么？美国队长在画画。好难哦、喔。等一下哦，我要拿盾牌。不用哎、欸。要啦。好，交换，换爸爸跟你出题目，你来让妈妈猜哈。好，我先离开哦、喔。我们在光脚。不行，再摇一摇。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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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开始表演了吗？我们开始，谁在干嘛？你要猜人了，猜人在干嘛？在游泳。我猜到了。在干嘛？美国队长在游泳。他没有比出来啊，他又说的露馅了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？他给我泄题了，他给我泄题啊，好吧，这样我得分了。大概就是这样玩了。好 ，OK。等一下你猜哦，轮流出题目给你猜哦，好吧？好。妈妈要表演什么呢？好开始哦。你要猜我在干嘛哦？哦，好难哦。你看哦。这个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你猜啊，这像谁？爸爸在表演谁？太难了，好了哈。蚊子。哦，对，蚊子，蚊子。爸爸。答案是什么？你说说看，妈妈演的是什么？舅舅。舅舅在打蚊子吧？确定哦。嗯。好，公布答案。对对。是什么？阿嬤在打蚊子。不像阿嬤，他印象中阿嬤不会这样，那是阿祖。那阿嬤怎么表演？很难耶。好，换爸爸。好，动手交换。好，我的题目是哦，你看不懂没关系。爸爸要表演喽。好，靠我喽。你看喽。Iron Man 在干嘛？骑车车。答案是什么？好了，你有一分了。好，下一题哦。换我。好啊，那就给他。那你要猜对不对？对，我猜。就给他比较好表现。好 ，OK。好，准备。睡觉。不能要说的。你表演浩克在睡觉给我们看。不能跟我们说答案的。好，表演。睡觉。好，那你的表演时间结束。好，换你猜。好，再说一题哦。好 ，OK。就来这边猜吧。为什么都这么难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样，你看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看来妈妈演技可能不行哦。妈妈演谁在干嘛？哇哦！呜呜，是什么？狗狗。对，然后嘞，在干嘛？游泳。好，狗狗在游泳。答错，是挖呀挖呀挖。没分。好，爸爸。这个好，我会。爸爸表演喽。我跟的。我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切菜。在耍宝吗？你在耍宝吗？爸爸表演谁？在吃切菜。好了，表演时间结束吗？好，你要猜了吗？我干的。在干嘛？切菜。公布答案哦。好。但是黑豹在煮饭，这样有算对吗？应该不算。我煮饭他猜不出来，他可能平常没在看你煮饭，有点难。好，下一题换妈妈，来换妈妈。Q， 你看哦，他是谁？刘忠燕。
冰冻。答对，答对，赞，这个最好演的，爸爸在打电动，对不对？猜对了，爸爸一分，赞。现在是2-1，好，换你拿，这什么呢？好，这个我会。你看爸爸表演喽，来喽。谁在干嘛？喝水。谁是谁？在上次。对，一半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0.5，答案是制作人在喝饮料。耶、yeah. ，好，换我，开始喽。是谁？弟弟。在干嘛？答对。耶、yeah, ，好快呀、哦。看爸爸可以啊、哦，好哦， oh, 这个我会的，我会的。我要表现喽。这个妈妈，妈妈在干嘛？抱弟弟，喂奶奶。答对，答对，2.5-3。好，差0.5分，耶，你好厉害，给你拜。好棒啊！耶、yeah, ，好，赞。换我，换我。好 ，OK。会。来喽。哼，哼，这是谁？励志的。哼，然后再嗯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嗯，洗澡。答对。对，哇，厉害哦，成功。好，我好啊。好，我已经知道题目了，是这个。来，要准备哦，我要表演喽。美国队长。失败。哇哦哦哦！你要是可以翻一个跟头。美国队长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飞太远。飞太远。这种。美国队长在什么？唱歌。答对。4-3.5。啊，差0.5分哦，好厉害。换我了。好，换你了。好，你要表演吗？那我们坐在这边看你表演，好吧？那我来出一个哦。好。那我猜。好。好，开始表演。是谁？是谁？蜘蛛人。蜘蛛人在干嘛？在喷射吗？对吗？全错。美国队长在翻跟斗，他想要自己表演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妈妈赢了，好厉害哦、喔！你也很会猜耶。我赢了。后面有渐入佳境的感觉，前面还有点不太会。好险我没有说。你赢了耶！你很厉害哦、喔。要找比较简单的给他猜回来，就简单一点的单词，就没有做太多的动作。我觉得像是可以演那个情绪的，蛮好玩的，对。对、啊。就可以教他认识情绪，然后又可以多一点互动这样。他情绪已经很会了。可以来趁机检视一下他到底看不看得懂我们的情绪。对，好像不错。好。对，那么这集还蛮。这集还蛮成功的，前面我觉得有点混乱，但后面其实他是可以教的，所以还好。只是因为就是 QQ 有时候他那个玩游戏的耐心会比较少一点，所以他会比较会有点容易分心啊，或是他会有点不在状。但是就是因为小朋友嘛，我们这样子在家里玩其实也还就是要多多练习啦。他后面其实有玩玩，就猜对越多题，他的信心就越好。对，然后就越来越准这样。对，然后就可以继续玩这样。赞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弟弟很厉害，在睡觉。拜拜。There goes the old